祝贺宋佳，来。观众的口碑是对电影人最好的一种嘉奖方式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王长田先生。那我们有请两位来发表一下感言吧。对，前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，对，所以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去创作更多更丰富的角色带给观众朋友们，继续努力，谢谢。看到这个奖杯其实还挺谢谢微博电影之夜，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未来会继续珍视口碑，尊重观众，谢谢。珍视口碑，尊重观众，也祝各位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。吴山，有请三位来为我们推荐影片。有请。对，先谢谢红姐还有大红老师，我们都相信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，然后但是他呢，他会消失，他去哪儿了呢？就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看《消失的他》，然后寻找答案，谢谢。